屌你几多俾台费啊？仲有啊，你啲超级留言太捻少啊！我做咁捻耐，屌你谂过鸠几两个钟，我唔知有几多超级留言啦、啊。系俾多啲超级留言，等我可以买佢买、啊。你而家九千几人，增加装备啊！九千几人，每人俾十蚊啊！屌你都系狗皮嘅嘢啦，咁啊几得好喎、啊？嗯，系咪啊？九系九千几人，每人十蚊。喂，每人十蚊，每人十蚊大行动，每人十蚊大行动。哇，狗皮嘅嘢点啊点啊点啊！即刻去跳舞我哋。如果你觉得唔系人人俾十蚊，你可以俾多几个人嘅十蚊。O K， 休息一阵，休息一阵，休息一阵。系啦，各位网友多谢大家继续，因为我超级留言，继续超级留言。我虽然我要求每人十蚊，但我头先亦都好多网友响应，但我肉我神眼七一睇，头先只系得几十个人响应啫，距离我哋九千几个，而家得八千几咧，有千几个可能经过吓，屌你老母要俾十蚊，即刻撇捻咗。啱啱啊，唔系咁啱啱有人佢留言话，嘿，啤你阿尤清源啲超级留言啊，都多过你啊。哦。咁人哋郵政員超級留言多，我咪多過我咯。咁我哋冇必同人比，但首先，如果大家唔想即係我哋俾人咁樣笑，咩郵政員超級留言佢多過你啊，劉世良佢開麥隨時會多過你誒，其實我唔中意咁樣鬥，因為大家都係識得，即係大家都係 fan， 即係唔中意話誒劉世良開麥啊，隨時會佢多過你 live 嗰啲人，大家可以用你嘅超級留言就表示對我哋嘅支持同鼓勵，亦、okay. 都可以等我買個豬嘴，下次上前線就冇咁辛苦。OK， 繼續。